人与鬼的刑警组合。拜托，不是鬼，是灵魂。联手查明真相。我觉得他们都被鬼上身了。捕捉恶灵。对不起，又要借用你的身体了。那是真的有几只恶鬼从地府里面跑出来。我等了这么久，就等这一天。你不要一错再错。最终他们能否恢复两界原有的秩序？究竟还有多少恶灵留在人界？你在人界闹够了没有？跟我回冥界。灵异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名探，11月21日起晚上9点8频道。你也可以在同一天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名探。